同心可以来到主面前，将我们的心敞开，将我们的心敞开，在主面前，我们没有任何的委屈，我们没有任何的愧疚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，耶稣。宣告你就是我们那唯一的救主，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敞开心门，邀请主耶稣基督的圣灵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。主啊，你是我们这一生最好最好的祝福，你是我们这一生最好最好的朋友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当我们今天在这里，站在你面前，我不管旁边的人，我也不管左边的人，我淡淡仰望主耶稣基督你的荣耀。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主你与我同在，感谢主，孩子这样同心合一祷告，乃是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